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啊，开心果对健康的益处。不过呢，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，开心果还有助于健康的减肥。研究人员跟踪了94名成年人的减肥情况，他们的体格呢有胖有瘦，都参加相同的减肥计划。但其中有一半人啊，每天吃大约42.5克的开心果，另外一半的人呢不吃。4个月后，研究人员就发现，参加减肥计划的人体重都有所下降，但是每天吃开心果的一组人呢，在体重减轻的同时，身体还更加的健康。他们的血压相对更低，摄入的膳食纤维也更多，甜食更少。此前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另外一项研究当中，研究人员也发现，每天吃开心果的一组研究对象啊，不仅体重指数有下降，而且体内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也有所改善。研究人员说，开心果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利于消化，而且呢，能够带来明显的饱腹感，因此对减肥有利。